冬瓜瓣，你今天这个造型是什么？怎么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嘛，机器战警啊、嗯！你不是想不开要去关录音啊？关了，吓过他了。我跟你讲哎，我这个哈真的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感，你知道吗？我阿万今天要跟大家报的新闻是一群哦有关有没有很有神秘感的人哦。哦，你这个死冬瓜，你没事挖我们菊花圈的隐私干嘛？你紧张个屁哦！而不是说你们，我很尊重你们那个没有那个菊花圈的隐私啊。有哪些人比我们菊花圈的人还要神秘呢？当然有啊，这是棒啊！棒什么棒啊？这是那个嘛，这是棒嘛！冬瓜万，你要报新闻就报新闻，卖什么关子啊？哈！连这个这是棒你都没听过，这是那个英国情报员啊，电影007 Number 7 第七号情报员，这是棒嘛？哈！念标准一点好不好？是詹姆斯庞德吧？哪有不标准？詹姆斯庞德是中文，你念那个英文念念看哈。007 James Bond。对啊，真是棒啊！你念哪不急啊？算了，懒得跟你吵。你今天该不会是要介绍007的电影吧？不是介绍电影啊，是要介绍这个007的工作，也就是情报员。哦，你说很有神秘感的人就是这个情报员啊？对啊，我告诉你，情报员的工作可以说是哦，这个出生入职冲锋陷阵，而且还危机四伏、紧张刺激，谁叫我的头部一战，生不如死，智力挑战。当主播要客观一点，好不好？不要太夸张，好吧？我哪有夸张？像上次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提到那个什么什么台谍案啊？在这个台商啊，被怀疑是台谍啊，就被抓走了，就表示这情报人员在敌后震动是非常的危险的。这样说还没有道理。不过吼，你对情报人员的工作了解多少呢？我都已经啊亲自体验过了。更何况这个007演了200多集，我都要去看了，怎么会不了解？反正呢，每一次啊，他都一定会啊遇到很多美女，然后就是真是棒女男，然后就跟他们那个女人靠到山里的，死冬瓜，你是痴汉呢？007耶，我跟你讲成 A 片了，它是电影情节，跟现实差距很大，好不好？这么说，我跟你讲了，现实状况我还是不够了解就对了。然后再哈，那个我们导播哈，我们万导问导。今天要准备啊，那个 VCD， 来，那我们一起关录音去看一下 ，Let's go。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008，也就是第八号00版。不会吧，我们是这个哈、啊，未来综合台耶，你干嘛替他打广告嘛？我还跟他布的嘞。真是国贼与土不遇上了，什么开当铺的？我是情报员，也就是007的学弟008。真的假的？那你一定跟你学长007一样啊，有很多马子啊！不要把我跟那个好色的家伙混为一谈，我最讨厌他了，尤其是每次他泡很多马子，很多人都对他指指点点的。我的工作态度比他认真多了。那你一定非常优秀啊，受过这个严格的训练啊。是的，不但要受过这个严格的训练。还要忍别人所不能忍的、哦、那你可以举那个举例啊，说明一下。你有没有看过《满清十大酷刑》？有，我最近还在拓大那边看过，里面都是演一些 SNG 的这个剧情啊，还蛮刺激的。那不是 SNG， 那个叫做严刑逼供。你是说，就是把那个铁啊烧红之后，再往身上再烫啊，还有让它加手指啊、把指甲呀、点蜡烛啊、抽皮鞭啊，你又说到 SN 去了，哎，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在拓庄那边啊，干得不同 VCD 啊。你是说啊，你那些啊酷刑啊，你都能忍受啊？当一个情报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能忍受，要怎么深入这个险境，取得情报，达成任务呢？不会吧，你唬我的、啊，这么猛啊！我平常啊，连放个屁啊都很能忍，忍不住啊。这就是我们情报员跟你们平凡人的不同了。哦，那请问一下，你做过哪些惊险的任务啊？可以说来听听看嘛。说出来你不要吓到了。最有名的两个任务就是骇客任务，还有不可能的任务。骇客任务一共出过3次，已经结束了。不
可人的任务出现了两次。不会吧，你唬我的吧，那是电影的片名哎。哎呀，那都是用我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哎呀，那你还蛮神风的嘛。不过我跟你讲啊，不瞒您说，其实我对情报员的工作也蛮有兴趣的。而且我发现了，最近啊，我们阿忠啊，把我通告越来越少了。但这样就不是办法。哎，干脆这样好了，你也收我当徒弟好了。想当情报员，要先通过我的大考验。不会是什么那个什么夺命连环术，还是什么柔顺大考验吧？麦西老弟，那是啊，要通过体能的考验。那没问题啊，我当兵的时候我是金城脸的，伏地挺身啊，仰卧起坐，还有开合跳啊，我都不会啊。我只会笑，但是我跟你讲，我马拉松跑得不错啊。哦，那你马拉松很厉害，那可能还有点机会。是啊，我跟你讲啊，上次的马拉松赛啊，我跑第三名，小马哥啊还跑在我后面呢。不过我跟你讲，还要背沙包可还可以，不过这里又没有沙包，那你就背我吧。如果可以从我这里背着我跑到我住的地方，那我就收你当徒弟。不会吧，那你等什么，来上来吧，上来吧。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走啦。不会吧，你估我的吧，我已经跑了半个多小时了，按照继续跑吧。你忘记了，要忍别人所不能忍的，而且终点就快到了，撑下去，撑下去，你可以的，出不上，撑下去，看到了是吧？不是随便问问的，哇，还是健步如飞耶！你看了，跑啊，冲啊！好累啊！哎，笑，哎，笑，哎，笑，停。哇，大所在已经够位了，你会使放我落来了啊！你表现得很好，哈哈哈哈，太好了，师傅啊，那我通过考验了嘛？嗯，没办，你想放我落来啊？哈，你可以当我的徒弟啦！啊，哎呀，啊，零零八，啊，你规工是走袂倒去啊？啊，局长，对不起，啊，我去接受这个电视台的访问了，啊，所以耽误了一个时间，真抱歉。哈哈，这位是局长是不是？那这里一定是国安局啊，啊，是情报局吧？这不是国安局，也不是情报局，你是无看哟。这后边这个看板写疗养院哟，我是疗养院的院长，只是零零八都喜欢叫我局长。不会吧？你估我的吧？零零八怎么会住在疗养院啊？他是这里的病人啊，当然住这里啊。一定的，你这个情报员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啊，在那这里放轻松，对不对？不放轻松。零零八有重度的狂想症，尤其是他看过零零七的电影之后，就每天他幻想自己是情报员。刚好他在这里的编号是零零八，所以他都说自己是零零八情报员。因为我等于传说中的零零八情报员啊！啊，好，我来啊，零零八啊，零。零零八，你耍得我很彻底呀！你唬我是吧？这个玩笑太大了，我跑了八个多小时哎，这里又没有那个捷运，我要跑回去哦，好累啊！老师，音乐再来吧。